一忙吧，规工搞定调调了。够唔准我甲珍妮继续来往，而且逼我甲天杰演假面夫妻。佮加上珍妮今麦巴肚内底哦，有我的囡仔，我也袂当甲伊放伊唔管。我到底要安怎做，才有法度甲两边拢按来好势？真正够烦的。是犯人在监视你，要不过我真正足想你的，所以我才会走来这找你啊。是的，早知咱的感情哦，会互你这么艰苦，当初我就不应该抓。我不准你安尼讲，咱两个是真心相爱，替找人应该是赖平姐姐。赖天杰当了对付我，我无话讲。要不过伊无应该靠说阿爸对伊的疼惜，就要甲你把伫个身躯边，我来互你身躯边的人，做伙互你压力。你敢知影？我真正足唔甘，看你逐天过到这么辛苦。好话多，大家勇把天意啊，卖讲离婚啊。就连我甲伊讲话收大声，嘛叫骂。即摆嘛只有我，等伊主动离开我，我才有法度自由。谁讲的啊？是啊，咱两人坚持做伙，我相信赖天杰总有一天一定会离开。我都想知影伊刚爱等到几当时，我唔知会怎样死。咱就互赖天志咧主动处理，不管赖天志伫咧话比啥，我拢袂听。现在两个都是伫做伙，有人会感动。喂，阿秀人来看咱了。放心，我已经甲天志迄个牌啊，肯定唔来。弟哦，在这皮呢。为着爱你，我什么都愿意。你勇敢，禁袂住，要请恁水。
歹势啊，我这哥哥头壳小可拍歹拍歹，常常嘛不按牌理出牌，给惊着。你这样就可以管？好啦，唔卖因为伊受了影响，我继续正常。阿弟爷爷。